高雄的兴德电厂开关厂事故造成昨昏咱全台湾熊熊大失电。为了要了解状况，总统蔡英文今日随到高雄兴德电厂去巡视，伊嘛伫面册表示一定会调查事故的原因，追究责任。即摆停电，高雄有1,860,000户受影响，是重灾区。高雄市长陈其迈就批评台电犯下遮低落的错误，会协助产业爱台电赔。检方嘛已经针对即阵失电的事故启动侦办。全台大停电，隔天总统蔡英文照原本的行程来到高雄，甲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参加中山大学国际金融研究学院的夜拜。虽然无讲到停电，但伊透过面册表示，新的行程会伫中昼亲身去新达电厂勘查，嘛表示会伫上短的时间内底彻底调查事故原因甲相关的疏失，追究必要的责任。陈其迈嘛讲，会请律师代替市民厂商要求赔偿。造成的一些实质的损失，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停电而造成在不管是这个停工或者是在订单等等这个问题，都可以一定要跟台电这个算清楚。陈其迈党委批评台电犯真低级的错误，因为这摆停电重灾区伫高雄，造成1,860,000户停电，唔仅影响餐厅、交通等民生部分，造成店家甲民众的困扰，嘛，互钢铁等制造业的生产线受到影响。因为新达电厂这摆事故是人为疏失，嘛引起检方的注意，决定启动调查。不影响复电的工作下，尽速了解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及停电状况。本署将与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成立专案小组来持续深入了解。那如果有涉及到人为的不法，专案小组将依法侦办。新达电厂短短两冬出现3次事故，造成3次的大停电。特别高雄长期南电北送，煞伫即摆停电上晚才复电，引发高雄市民甲市长陈其迈真大的不满。陈其迈嘛强调，台电应该负起责任，检讨规个电网的供电稳定，袂使阁烦。记者陈焕宇、陈显坤高雄报道。